Hello， 大家好，奇，那么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 One Piece 榜题啦，写了吧？最近的话，基本上真的是生日连环集，因为我记得昨天好像也有人生日，对不对？然后四月一号的时候又是那个骗人部的生日，然后这边又有我们这边的这个布鲁克的生日，所以最近应该是五个钻石领到一个爽爽爽啦、啊、哦。那今天的话，我一样要来就是继续来随机看一下能不能随机到我们这边这个贾鲁夫，哎、欸，到现在都还没有玩到他半场哎、欸，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太好哦，各位，是不是应该给我来一下加鲁夫才可以？然后美英又回来的样子，对啊，就之前当初好像忘记是谁跟我讲说美英可能就那一世而已，结果美英后来根本就已经常住了，各位，害我那个时候疯狂狂冲猛拖一直弄这样子。然后这个纪念转蛋的话，刚刚好像有一个不错的耶，哦没有啊，他是转三次这边的话是必须要这个120获得50个这个碎片，好像。偏少啊、哦，就算了哦。好，没问题。然后美英又回来啦，他在这个里面有机会拿到。然后，但他这里面的话，基本上是给奖章啦，他不是给我们就是那个黄金碎片，比较可惜一点点。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接继续随机环节给他走起了。再真的不让我玩，我就自己把那只角色用起来，然后直接那个了哦。好，直接进入战斗环节，看一下多长一点有没有机会随机到我们的贾鲁夫。好，那这把的话没有错，我又没有随机到我们这边的鲁夫啦，贾鲁夫又随机不到了。我这边玩的是我们这边的这个软泥怪，哎、欸，会不会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角色都玩过一遍，然后最后都不给你这个贾鲁夫啊？那也太惨了吧，我的天！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贾鲁夫他这个阵型的话，这个队友好像。这个队伍的这个角色好像没有到，就是非常非常猛。因为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就是香吉士跟就是那个什么金太郎啊，战逃完了、啊，跟我们就是那个娜美哦，那个组合好像还是比较猛一点点。感觉、哦、娜美是不是消失了？对啊，得先努力上去，把一些那个领地拉好拉满了。快快快！上面守起来还是真的，一起夺一起夺 ，Go Go Go！ 然后守这个西点哦 ，Very 重要哦。哎、欸，我们那个谁啊？我们下面那个在边跟兵队啊，应该是攻击手哦，那感觉好像近身哦，来帮一下他。战逃完，滚！给我滚出去！哎、欸，这暖泥怪还蛮可以的，嗯，要把别人推出去了。可是我们上面是需要有人再去守了，拜托拜托了，鲁夫，那个娜美很会耶，各种在那边搞哎。我们这个财宝量表回复了，好像有点而慢哦。来，继续继续。鲁夫去哪我就去哪，推出去，给我滚，对，打我就对了，打我就对了，不要打鲁夫。 Nice， 拉完了，他跳走了。你知道真的就是这模式，真的就是你拉完领地啊，你基本上就是在那边守，整个就会比较舒服了。你一定要在那边守，你如果没在那边守的话，以这样目前来说每只角色的这个能力来说的话，会微偏尴尬啊、哦，会微偏尴尬，就很容易就会直接就是被抢掉之后就拿不回来了哦，就会是这样子。哦，谁来了？没人来，撑住20秒，我们有4个，他们应该是蛮难搞的。哦，娜美，想干嘛？想不到吧？请你吃暖泥喽！你吃子弹喽！就好险，这个模式他们都没办法，就是有人在你面的时候夺宝，好不好？这蛮爽的，愉快愉快，耶嘿嘿，舒服，这舒服服的，可以哦。来了来了，
然后他这一次拿东西的这个拿分数的这个方法比较特别啊，他好像是有什么特别那个东西要达成啊。继续走起，拜托给我贾鲁夫，拜托拜托拜托。好，各位，今天虽然又玩到了这个新面孔啊，但是又不是我们的贾鲁夫了，我的天。这把玩的是战逃玩，可是我今天好像都在玩这个守卫者，所以今天应该蛮有机会直接随机到贾鲁夫了吧？不是啊，那我玩一把贾鲁夫是会怎么样？为什么一直都不给我贾鲁夫？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战逃玩他们这一组的这个组合，其实应该算是比较恐怖一点点的，蛮强的。然后战逃玩的这个守备能力也是下下叫的，没啥好说的。No，先努力的。反正就拉高，那我们没办法轻松的这个夺完，那我们赶快就是去努力的这个夺宝。哟，泡泡好了，来了，我来了，各位。啊！亏！不用啊，他们怎么全部人都跳下去他们那边啊？然后继续守一下我们这个西点，他们全部挤在那边哎，笑死我了！哎呦，这把今天这几把看起来蛮顺顺利利的哦。我们也下去支援一下好了，里面很恐怖哎。耶嘿嘿嘿！我靠，他们全部在这里耶！看我了，战逃完。哦，那个是反击招哎，我才发现那个是反击招哎。他妈全实力都在这里。快！一掌拍死。反击。推烂，我也被他推烂了。但我这边的话，伙伴很强哦，我完全不用担心哦。把这两个给打死。好了啦，他们去那个了，推飞，可以哦，可以哦。三二一，瞬移！拉一点，瞬移！小心点！我靠，一堆人！快，罗宾，我们一起！耶嘿！我这边不止罗宾啊，超多人啊，大家都来帮忙了。好，目前看起来14秒哦，这边应该是稳定到一个爆炸了。赶快开始下一把，不是哦，我要玩那个，我要玩那个贾鲁夫哦，给个机会哦，好不好？给点机会呀、啊，拜托！好，那今天最后一把，不幸的又是乔巴了，我傻眼哎！我已经随机了3天哎，那么难的吗？我的妈呀，各位！好了，反正目前来说，他有给我们一些就是那个票券，好像是可以去换他干嘛之类，对不对？所以到时候再慢慢的把它弄出来看看，好不好？也只能这样子，然后看他究竟厉不厉害了，各位。太扯了，一直随机不到他呀，那也只能就是靠自己了。然后为什么这个乔巴那么有缘啊，一直在玩乔巴哎。你看我们今天不是一堆这个守卫者，不是应该就是要守卫者了吗？怎么又是乔巴、啊？我已经乔巴当了很多轮了耶，各位。这怎样？乔巴那么喜欢我是不是？托尼托尼丘帕。哎呦，战逃完好了啦，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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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没办法夺宝哎。他们走了。什么意思？电脑啊，哼，他们完全不想理我哎，滑了发，搞不好这把赶快快一点一点点，我们搞不好还可以那个试试看，他绕一圈下哎，杀我哎，绕一圈下，对，这把快就结束，搞不好我们还可以用一把，上面完了，321，
哟 ，nice， 过了过了过了，来来，快速快速，搞不好下一把就是假鲁夫了，再一把再一把，我傻眼各位啊，又是战逃玩，这没办法自己选吗？还是怎么样啊，各位？我只是想要玩个假鲁夫，有这么难哦 ？Oh my god！ 我的天！好啦，这就是最后一把了。那说的话，我们应该就是把那个角色练起来吧，然后让他去看看那个排位赛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好不好？就只能这样子了，也只能这样子搞了，不然没得搞了。Super！有啦，但我觉得战逃丸这一组真的还是比较猛一点点，尤其是战逃丸这个守卫者的这个技能组，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偏喜欢的，很猛啊，有这个反击啊，又有这个推人啊，就是怎么输？不一定，我们还偷偷被夺了，我们家，快快快！多宝多宝！对面的那个很强那应该乔巴吧，一直在躲Oh my god！ 跟普朗基两个就一直在那边你浓我浓啊，但他们好像都不会把自己这个血量拉高，我们是每一次都有做这个拉高手段的，所以其实会比较好，会比较难躲啦只能这样讲，要做好这个拉高手段是很重要的。好，把这个拉满，你看这边他们都没做这个拉高手段，这个拉高手段到最后的环节的时候就会看，就会很重要了，各位。可是为什么他们都还是可以轻轻松松？什么意思啊？啊？你是假人哦？真的他是假人我以为是自己人完啦，各位！看来这把可能要变成今晚唯一输出局喽！那你看我们这边基本上不会被发生什么太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好了啦，我。连环攻击啊！但其实我们没啥太重要的事情发生。不是，我只能说，我们的夺宝人要赶快去夺宝不然要完蛋这边已经困了两只了。你们应该可以去做你们该做的事情了，夺宝人们。再不夺宝，我们要输了，各位。我们困了两只技能在这边了，各位。哇，一直被推走。我。再一个夺宝去夺宝啊，老哥！再不夺要GG啦！快快，那边拿下就赢了。我这边很努力了，各位。三个三个，有，赢啦！笑死！好啦，那今天的话，因为这已经是这一模式的这个最后一天了，应该是没机会再水了。这几天我再找时间把那只鲁夫念起来，你们觉得那只厉不厉害呢？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喽。然后今天是布鲁克的生日，完全没问题，祝他生日快乐！